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是一个梯形啊 ，ABCD 是一个梯形，那 AB 跟 CD 互相平行，而且哈 ，AB 是两倍的 CD， 然后这个 MN 啊分别是对角线的中点。那现在他问说哈，要你算出什么呢？算出哈这个梯形 ，ABCD 这个梯形的那个周长哈，是 CDMN 这个梯形周长的几倍？好，我们知道说哈，这个是对角线中点连线哈，它的这个长度哈，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二分之长的底减掉短的底，那因为这一个呢是这一半嘛，我假设这个是要 A， 哦，已知啊，已知 AB 是它的两倍嘛，那如果假设它是 A 的话，这个就是 2A 啊，那 MN 的话呢是 2A 减掉 A， 哦 ，2A 哈，减掉 A 啊，所以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二分之 A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二分之 A 啊，哦，二分之 A， 那我现在把它延长啊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，哦，就是说这是中点，啊，所以的话哈，就是我们晓得这两个平行嘛，这两个平行的话，那中点这是一比一嘛，所以这是一比一，哦，啊，所以的话我就晓得呢，这两个三角形。哦，就这两个是平行的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相似。那这个是一比二，所以这是一比二。那这个是二分之 a， 所以这一段的话，这一段是 a 呀。那这一段 a 的话，这一段是 a 嘛？所以的话，哈，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。哦，平行又相等，这是平行四边形，所以这两段就一样了。哦，这两段就一样。那这两段一样的话，那我把延长，这是中点，所以这是中点，所以这一段的话哈是等于什么呢？是等于这个的一半，也就 MD 啊哈 ，MD 的话实际上是等于二分之一 BC 啊。好，然后这个MN 啊哈，同理可证啊。同理可证的话，我可以证明说，我把它延长以后，就是说，这个两个三角形把它延长以后，这两个三角形也是相似的，然后这个是这个一半的，所以事实上，这个延长以后会交一点的。哦，刚刚我们讲说是 A 嘛，所以这一段也是 A 啊，这一段也是 A 啊。这一段事实上是 A， 所以你延长以后事实上是到了这里啊，哦，这个没有画好啊，就是说这个也是一样是这个一半，那这是二分之 A 的话，所以这是 A 啊，哦，这是 A， 所以我就晓得哈，晓得这个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，那这个的话也是这个一半，就是 CN 啊 ，CN 的话呢是等于二分之一呢。AD 啊，好，然后我晓得这个 CD 哈，是等于那个一半的什么呢？一半的 AD 啊，这个是已知啊，二分之一的话呢 AD，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一半的什么呢？一半的 DC 啊 ，MN 哈 ，MN 呢是等于一半的 DC， 二分之一。DC 啊，那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的话，这个呀，这个就是这个的周长 ，S 呢 ，CDMN， 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多少呢？这个全部加起来的话，就是 ABCD 啊 ，S 哈 ，ABCD 啊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个 ABCD L 一啊哈，以上呢 L 二。哦，这个是 CDMN， 哦 ，ABCD 比上 CDM 等两倍啊，哦，就是说 S 号 ABCD 比上呢
S 哈 ，C D M A， 这等于二了，所以这是两倍的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这一个哈是这个两倍的 ，A B C D 是这个两倍，所以答案是二。